这两个上袂堪成，伊个补习我上过一个礼拜，一礼拜中我有多多少少有拄着真侪真侪试探，总是列列员我了外，一切都特平安。明早起我伫遮要通过，因为医师的名嘴要甲阮分享真侪疫情的消息，有上第一我就以为会当听入。我伫陈中华中，伊才分享伊所讲的，那就平安，身体就健康。我来祈祷，会感恩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啊，我迄个，咱即马还阁几个还袂来啦吼。这段时间我先来介绍一下吼。张律师是我小学同学吼，同班同学。但伊当小学就做优秀啦。那个小学我会去毕业典礼吼，伊起来领了毕业生的领奖吼。啊，当初当我才差不多我台湾啦。最年轻的开业医师啦，啊，张医师，你按照开始，咱台湾才有上年年轻的年轻的开业医师哦，啊，伊，我是熟悉伊，真早就熟悉，然后伊当阵拢伫中华路教会出一阵吼，啊，伊相当优秀啊，爱口才嘛真好，啊，你当时伫电视哦，拍开。海洋之声，哦，我听到伊在演讲的声哦，啊，伊伫中山中国，做副教授哦，即马是副教授啊啦，啊，伊各方面啦、很有经验啦，咱今日特别邀请伊哦，啊，伊今日要说干，就是最新的。医学的尝试了啊，这是就将这时间到张医师啊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宇军。各位阿姐，大家平安。咱三不五时啊，最少一年拢会见面一届吼。啊，来遮要带来搞几件是上新的医学尝试啊，医学大家去变啦吼。当上新的啥子，今仔日。今天你看到今天报纸就是上新的，今天上新的医学常识是啥？我知影在座一定有很多人哦，有吃到迄号做食鱼胃散，啊，啥物号做？地形大嘞，大陆胃大陆，即个药啊，当中，刚刚即摆现在就十三间药厂哦，哇，即个药厂拢中标啦。啊，咱医学的物件，就是既然要讲安怎要让咱较健康，啊，咱才讲去吃这药啊，讲内底有一挂成分哦，吃了愈袂健康嘛。哦，啊，迄个惊吓，我嘛是真惊，所以阮即摆吼，本来我甲洪光拢是伫中华路中路教会，自细汉伫遐，因为我是台北人，啊，移民来台中吼，移民来一直到顶年才甲会籍刷出来。啊，刷去倒呢？刷去公益天堂教会。哦，咱台中高雄嘛是高俊明牧师伫四年前吼，啊，带遐阵的义长，就是中华路中央教会王富强牧师带遐设立的这间教会，到今仔日，啊，拢伫遐咧聚会。啊，但是为着要建会设立同会啦，啊，讲在吼会餐会员的几个以上吼，啊，所以我今拢甲刷出来，不是为着冤家刷出来啦吼，是为着要设立一间啊。兴光的教会，啊，这个兴光教会兴光什么意思？就是当时有需要我就去到迄个所在。譬如讲，阮伫个阿拉酒店退休吼，啊，迄中间抗议讲啊，啥物安全检查做无好，啊，即个市政府内底官员，唔知影讲这共摕红包，啊，互人较简单过。你的迄个刀伤做无好的是发一声退休，啊，伫遐去。哦，饮一下拍过的酒，也毋是伫遐咧酗酒啦吼。啊，少年人拢出来用迄个做交配。啊，既然真侪少年人拢死伫遐，哦啊，所以这都爱抗议。向村抗议，向村教会拄拄啊设立。啊，但是向村是典型教会的传播师，就带阮到伫迄个所在，漳州哦啊，国防部长、蔡元宪长老
啊领头伫遐来抗议，讲政府你要负责任嘛吼。即个人是来到恁所谓合法的场所，啊嘛是安尼叫小事吼，有够可怜。啊，过来，阮拄着阿扁啊，叫关着大量尴尬的事，逐个月啦，无休了，逐个月拢总去遐，伫大量公园的事。啊，刷去迄个所在，拢会甲大家预先讲，啊，伫遐啊做迄个礼拜，啊嘛请听阿扁啊，即个名嘴啦吼，啊是即个啊有关的人员，每处拢有来演讲，内底上出名就是一个高雄的立法的市员吼，做郑新洲，哦，伊是穿袈裟啦，哦啊，人拢叫伊高团师傅，但是为着要来遐演讲。迄天伊就变做基督徒，伊嘛会开嘴，拢叫做阿弥吼。伊讲今仔日我甲不做请假，吼、哦，安尼真出名吼。还、哦啊、是伊真够好话哦，哦，我迄时是咱拍开电台吼，迄、哦、我伫电台会讲，但是还阁输伊点点。啊，你有知影人伊卖药啊台出身的吼，确、哦、实有一波，啊，所以伊影响力真大。啊，佮伊吼挺变啊，挺到底。咱普通吼，若看到变啊叫掠吼，伊变啊即款。以前拢靠伊个人，大家拢做做不熟悉。明明民进党内底最少啦，98%的人拢摕伊个政治现金，啊，几个人摕出来替伊讲，无呢？大家拢哦，足清楚个，拢甲伊无关系啦。但是郑新洲伊老实讲，伊讲郑新洲讲，啊，我都已经，去互恁民进党开除啊，我都已经是恁个党员啊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哪要停台湾？当然，作为总统吼，我怕死无退，所以一直到今仔日，阿扁也放出来，伊有还，啊，搁咧听阿扁啊吼，啊，这个人因所做的，我嘛真感动，啊，我就结合啊，这个九控办台湾国，啊，人讲啊，咱合作九控办台湾国，因为有人讲九月初八迄天合作台湾建国，也是真的，台湾的建国，根本到即马来是多一天。大家讲都无共款。李秀莲副总统最近伊要创立一个叫做中立国，讲台湾甲瑞士共款吼，咱做中立的，咱就免甲人收台。哦啊，做中立国，你阁会使参加，比如说联合国变做伙伴国咧，安尼大家拢会甲你保护嘛吼、哦。这个概念是真好啦。啊，但是伊这个概念会先讲过。我有忧心啦吼，因为你要做一个中立国，你像讲瑞士来讲，人因连俘虏拢爱做兵嘞，啊，穿拢炸弹去家己厝诶，甲以色列同款吼，拢穿炸弹去家己厝诶，啊，为着要防卫诶时代出来，所以因是，毋是讲放空空，互联合国拖啦，家己有基本诶武装，啊，才做做中立国，啊，来去吸收世界诶即个。啊，资本哦，恁不管银行业的啦吼、哦，不管是手表业的，做甲真好，伊免甲人收台，免迄个真大诶，迄款甲人吼，伫遐指教，伫遐咧借机用人吼、哦，啊，带你安尼恐怖诶心地。所以，即个吼李秀莲副总统讲一个，啊，台湾都帝国啊，当时就是李登辉选总统迄个时阵呐，你人民你去投票哦，你若家己有。资格去投票，你投票迄天开始，迄个国家就是成立啦。所以以前就是1996年，就是台湾建国啊。啊，但是咧，最近你啊，愈看愈侪迄个科比的讲法吼。我有承认一个中国啊，但是就是强势一派吼，伊叫做五一共识。所以事实上，那跳皮民进党的思考，连科比伊嘛无要认定讲，伊属于迄个。因所谓的中国吼，啊，而且九国吧，即个大家知影，就是台湾日本占领1945年到南，但是南面后哦，1951年9月初8，迄天才联合国来开大会，和台湾甲中国不准发言，剩余50国来表决，哦，甲台湾的地位未定论，迄个时阵建立，啊，过几年1957年。4月2日，美国再用伊个军舰来台湾再向准日本，伫台湾接近的时阵所掠的遐个逃犯啦，吼遐个军，咱讲做战犯。所以咧，联合国开会，
照联合国的宪章来看，迄间台湾都已经去予日本放弃，但是无交上。哦，所以包括平平平教授嘛讲，迄间讲台湾地位比日本，就是自迄个时阵的一个历史的事实。啊，遐阵中国反对嘛，哦，台湾甲中国同属国，袂使参加，所以因派迄个大高官乔冠华，迄款两个哦，足厉害吼。拢来去联合国摕几叉的证件去甲讲，我讲台湾国策在清帝国时都阮管的吼，所以这是管的。哇，吴秀全甲乔冠华这两个拢去哦联合国打脸，打脸的意思讲，恁迄文件我拢看过啊，但是到这为止，以后这个不准提出，因无效。哦，底下都甲中国伊主张台湾是伊的，已经退掉啊，所以中国不。我都过来主张啦，伊讲我都伫下面都要甲咱吓你啊吼！啊，所以你讲迄、那个台湾到底做是干做是建国的？叫我甲讲，你看迄间都是啊嘛，因为你联合国已经甲你讲是，就咱家己也无做意志吼，来去公民投票啦，点点点好，啊，这嘛一个讲法。啊，你认为国家认真讲，伊讲的台湾中国本来就是历史的国甲国的关系，啊，这遐阵就是变作国甲国的关系，啊，你来改声音。啊，无论来较好大诶，就是用台湾即摆看法讲，中华民国包括外蒙古、包括新疆，哇，拢做咱诶，包山包海吼、哦，啊，这不过去用打脸，谁来打脸？干阿迄王丹，哦，啊，干阿吴尔开西吼，去甲陆委会讲，哇，你个国旗哪会出来行？哇，这大诶，连咧即摆已经苏俄已经独立建国诶蒙古哦，啊，讲是恁诶呢？哇，你台湾是有够伟大吼，恁中华民国有够伟大啦吼，所以这是中华民国政府的讲法。啊，美国的，美国的讲法是变作讲，世界有一个中国，啊，迄个中国，伊并无包含台湾哦，台湾是 exclude 无算伫内底。所以美国的讲法为着安尼再甲咱保护，但是美国嘛用啊那个台湾关系个 TRA 台湾 Relations Act 来管台湾，啊，所以事实。你阿扁也能改做，你去当个总统，做总统的时阵呢，文教讲袂使叫阿扁来想法，来改做四部一没有。哦，像说的 AIT 的历史主席就是迄个 Stephen Yang 嘛，杨书记，两届拢走入去总统府，阿扁的文件天天讲，哎，明仔载你变讲哦，这样打叉打叉打叉，不能宣布独立，不能改国籍改国号，啥都袂使，四部一能改，能改。哦，啊，伊要入就入，伊要出来就出来，就干那即届。飞机咧，伊来就起来，要走就走。啊，哥，你也知影，咱的前国防部长蔡明彦丢落，伊嘛有一届，叫美国飞机走来咱的 CCK 呢，提一款核子弹的迄设备吼，啊，国防部上唔到，我现在到较好啦吼。核子弹的迄款飞机架设备讲，下底飞机再来甲清泉岗，啊，了飞机提了物件转去啊，伊过阵间再甲阿扁啊，甲国防部长蔡明彦丢落讲。啊 ，I'm sorry 吼、哦，啊，都赶紧维护，甲恁教会。所以美国飞机，你就台湾是如入无人之地啦，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。哎，啊，安尼台湾都是国家，绝对不是嘛。啊，所以台湾是伫美国用台湾国联话，你甲你算的。哦，伊讲我甲你防卫中国的巴西公报、上海公报、军售公报，我甲你讲呢，但海条两边袂使变化。哦，啊，即个要变化是，不是咱的，是中国要变化，要甲咱吞的吼。所以美国你要负责，像我家己看法是这个较对啦。哦，因为你的大阿哥就是美国啊，所以事实美国有法度甲你管，嘛表示你也不是国家啦，你是干一个政权嘛。咱无所问题，咱无主权，咱干那有政权，政权内底嘛有宪法、民法。譬如说，迄个宪法甲民法拢有卖使共枪杀的吼，美国嘛袂甲你干涉。但是你若一旦要踏过红线哦。你敢宣布讲独立三会，哇！美国绝对袂容忍，所以即马吼，即马大家都在惦念蔡英文。你要出总统，你讲个清楚哦。到底你这个一中代表，还是讲不能代表，还是啥？别个讲，我讲这真困难。啊，这拢是咱的代志啦。咱顾啥？咱顾身体就好了。咱甲身体顾好，才有看讲伊哪款伊啦。啊，无吼，黄世代伊栽培出来阿扁啊，已经做甲台北市长，搁做甲总统，伊无看到啊。对吧？伊好好人，伫代代大开刀呢。黄世界伫代代大开刀，为着啥？为着跋倒。所以咱也是上年岁，伫上年的人，你大家拢爱错咧。咱30%发生代志，拢是因为跋倒。迄个跋倒，
上轻呢是脚长手长，哦，咱的这个大腿骨长的上侪，然后腰胛骨四到五节，噼噼啪啪，我说压迫性骨折，过来就是手，这个手的哦，头前咱这两支，拢总是这个三位上侪啦，唔信个，偏偏唔是啦，伊是倒向遐，伊弄到后头后头骨啊，啊，结果伫大大大医，大大上好啊吼。这已经是无得讲的好啊，大人嘛做甲足好诶。迄届伊治疗脚脚开刀以外，实在讲伊脚嘛有开刀啦。迄大腿开刀了，咱大腿内底有迄个真侪迄个脂肪，脂肪吼、哦，你目睭看无，但是你若捌去垫迄大腿裤，你就知垫落去正好一点油嘛吼，迄、哦、是真好，内底有钙质，够有油吼、哦。啊，但是我现在伊这个开刀嘛有成功，啊，但是因为向阵。阿扁也都已经咧出头天啊吼，所以大家对伊嘛呢，这为啥阁袂歹吼？特别甲照顾，安怎照顾呢？就讲啊，你唔免紧张啦吼，会听会听好，我拢无紧张。住伫眠床顶，超过一礼拜拢无紧张，这款太牛哦，对伊来讲是好哦，电脑吼，因为伊迄脂肪酸脂啊，拢留伫个迄个背凳内底无紧张，结果。出院了，坐伫眠床边啊，已经办好啊，要出院，刚坐伫眠床边啊，站起来，迄脂肪的粒啊，酸脂哦，啪啪啪啪啪，现场死，现场哦，救袂起来，唔死个就安尼过身去，哦，啊，所以你也知影讲改变人变的人是伊，因为伊伫平地大桥吼，伊啊应当是哦向阵，干那要趁钱啊变啊，想讲哇，这个为啥卖啊？哎，讲啊真好啦，哦，因为以前是一个属地迄款叫做。商业律师嘛，伊不是人权的律师啊，是去改变了，伊才经过改变。阿拉伯老实讲，伊是趁钱啊，因为处个三级啊，三级平民，三级平民意思是啥？是刷电，咱电农啊，够有时间吼，家己经哦，会做好你的田。伊无啊，伊是刷电，人家咧叫伊才有诶。哦，所以这款经下面，伊一定爱认真趁钱，啊，伊嘛趁真多啊，但是未来伊经过改变，改变了，伊才摕遐侪。政治现金，迄个时阵也无政治现金化咯吼，因为我伫遐听地心座，我拢叫伊歌团师傅啦吼，哎，啊，伊讲个清楚啦，咱讲袂清楚，伊讲啊个啊变个政治现金，迄个时阵就啥都会使摕，是干呐讲号做道德上，哦，你摕你来关乎民进党，你无家己摕去，但是人要做大哥嘛，你有钱怎都大家去，哦，一个人选去200万是偌济，伊地心座讲我上少，我才70万呢。我尾啊，就是讲我上少，问我到底讲我上少，因为我不是因民进党诶，已经叫我开除啊啦吼。尾啊，这三公对，蔡英文丢落嘛无退。所有政治现金内底吼，电信组伊有退哦，但是无退有两个人，内底一个就是咱诶蔡英文丢落。哦，所以阮伫台中讲，这个公益项目到位就是安尼啊。那做着这款诶想法，我拢大家一起，这主要需要支持，所以包括咱中会安排到啥部。每两礼拜都有这个牧师团甲公益活动会的幼稚，去伫遐阵的监狱内底，入去监狱内底甲病人谈，谈甲即马病人已经转去厝了吼。对，顶礼拜开始，搁去甲高雄，哦，高雄即马都较好，都较接啊，因为台中近嘛吼。啊，叫我爸兄弟吼，伫遐咧抢诶，马龙拄下来伫遮，所以阮看着足欢喜，啊，总是。到底台湾多一天才是建国？迄无要紧，迄有一天真正要建国，来亲像波罗的海三小国啦吼，啊是讲迄个捷克啦，因迄边讲真正有家己一个意志的表现哦。你看捷克，因的独立是甲迄天鹅绒呢对人的庆功，甲融入呢，迄共产党要来甲伊讲，伊就啊找人做头前啊吼，囡仔妇女啊甲庆功内底天鹅绒来夹的，伊唔敢开枪，安尼就宣布独立。所以呢，总统哈维尔总统对咱足好个，好加吼，伫联合国内底主张台湾要加入联合国，啊，这嘛有做白目个，因为伊无看美国个面呢吼，你讲我赖啥个？但是总统呢，听台湾听讲呢，搁听讲恁迄个哦，迄、那个我说活力咖啡高松明老师以前带恁爸爸我来恁个吼，伊即嘛，咱教会嘛足侪人，咱团结嘛去伫遐食迄活力咖啡伫美川路迄个啊。伊阁摕到这个哈维尔总统该签名吼，写迄本册，或者捷克经典。你若去捷克吼，最近有咧开团，
啊，开船服务到什么程度？我即个甲阮公益项目到位遐张路，大家去的时阵，挑竿甲高松明老师，甲你阿来讲，机票钱退你出，啊，你负责甲阮讲解。我也去有考试开教授知影，但今年考试开教授特别得意出发，因为你讲解好真个吼，伊包括去日本的旅游，日本的对米的食品开始，要安怎食米，迄、那个文化甲日本的迄、那个啊幕府政权规套，讲讲甲比考试开较好啦。一个出席的代表，伫日本摕到哦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，这方面旅游的常识无伊较侪。哦，底下的时阵，我才查讲，原来哈维尔这个总统为了台湾盖一正好，天台湾到一死，啊，伊向你走路的时阵，大病啊，同款，拢随时准备红脸，红脸去外边，伊是一个剧作家写剧的哦，哦，所以伊常常拢替因的国家底下咧写剧，啊，这款人，但反对共产政权，讲安尼也袂使，安尼台湾盖足险的，所以真疼台湾，所以天鹅绒革命可以成功了。后来茉莉花革命，大陆一直来，咱的三一八革命，三一八科学无成功啦吼，干那讲吓惊尔，但是有一间作些闽南公道，啊，我讲伊讲到位较特别，九台牧师丢落加民主论坛，拢总会使讲册，我本来去别个教会礼拜是讲册，叫挂出去对无？哎呀，向阵啊，联合教会蔡牧师都开始传阮伫遐。勇敢讲出来，真正的无公义的代志，你甲讲出来，咱袂使做一个叫做啥？叫做相怨的基督徒啦，吼、哦，相怨基督徒啊！你当无惊，当无惊，啊！伫家关系教会内底，啊！伫遐咧灵修，大家拢灵修甲变做哦，长老正、牧师正吼，啊，真厉害！迄毋是见证啦，吼、哦！你真正出去听，只个弱小的啊，所以阮继续的啊，今仔日我卖过，较听吼，过的时阵，敢若今仔日来啦，较无共款。我做张思忠牙医师，你唔知影无？张书忠，伊今日要讲啥呀？伊今日三点半还是讲四点半？讲牙齿保健。你讲这是牙齿保健无重要？我你讲，你啊，今日这个未来吼，你上面三个人，你就知影我喙齿偌重要。请问你到每半年去洗齿槽啊一届，免钱的，一年洗两届，有诶牙齿有保障吗？哇，还阁无够，拜托诶，唔好吐舌啦，爱去洗啦。因洗齿槽你再会发苍苍，齿摇摇。事茫茫，啊，上好爬上山，就是头毛爱白啊，咱坐回来一定爱愈来愈白吼。啊，事茫茫就是白内障啊。哦，你坐回来一定的哦，就经过到死进前拢总开三届白内障。你若想咱人两百九年呢，啊，咱开个三届，表示有一届迄医生在糊弄诶，凊彩撞撞来吼。啊好，啊，爬上山，事茫茫，啊，齿摇摇，啥意思？就是咱的喙齿应该拢总爱盯着着，但是你若无去甲做这牙周病的治疗，对掏气球啊，啊气球安怎来？就是对咱的齿、咱喙软内底的成分，伊会甲咱生迄款哦。你有时你无注意，夹着哎呦，那玩意，你大鼻血就落来，迄就是气球啊。迄拢是伫个牙龈的内底、齿环内底，甲你生，啊你牙龈就愈来愈退，退啊。喙齿就愈痛，愈出来愈油。啊，古早吼马家医师啊，伫咱台湾，达咱万两万几起啦。啊，你向阵无其他一个迄、那个哦，那个叫做牙周病的治疗，啊，个牙根哦，牙根治疗啊，刚好落班喙齿，啊嘛无蛀牙，因为蛀牙爱掐嘛，下去来滴根管治疗拢无，所以迄年来牙痛不是病，痛起来真要命，这是真的。因为我有一个患者。伊是以前吼、哦，伫九泰山医师遐，新店九泰山医师九博士遐做迄、那个啊实习的，等于讲看啥呀啦吼，镶牙生啊尾啊，伫九泰山医师调去日本，哎，迄款军队去做阵的时，伊在读迄个读，啊，伫迄个伊的病院内底吼，因为过去那三年四个月都会使发胰腺白，哦，含第一哦，含第一，含迄个所在互你看，啊，所以伊嘛得着。爱替九泰山破树田看病用单，空袭进步，你知影？新竹地区是第一个轰炸，因军营上多啊，新竹州遐有军大啦吼，听讲是关到北部去，所以可能囡仔来的时候，啊，大家走，啊，底下咧看病一个患者，迄个医生叫做陈金良，哦，伊个囡仔嘛拢伫阮中华路教会咧聚会，啊，迄个陈金良医生讲，哦，我患者吼，我撞出去外口。
讲对迄飞行机甲指，叫伊甲写啦，甲写啦，写哪？喙齿痛啊吼，向阵的药啊，药店的药啊，九泰山拢炸咧烧啦。哦，向阵要止痛药啊，上计是阿司匹林尔，你知道？真正无药啊，你知道？所以喙齿痛，把骨愈痛啊，所以煞无药啊，伊讲甲我出去讲，多多死，多多死啦。哦，你看咱人喙齿痛，讲天王讲甘愿啊。啊，向阵我的是大人吼，有一阵仔住伫。我是台北移民来，但是还未去台北进前住伫新店，新店州，伫迄个所在，真正是体会到迄款讲走红光火吼，啊走警报迄款恐怖，哦，迄枪啊，嘎嘎嘎嘎扫吼，啊炸弹啊，飘着迄个炸弹飞啊，那射落去，啊拢死啦。只有你避去红光火内底，哪怕炸弹直接弹落，你边啊弹吼，也够迄个震爆，迄种暴力。互你阿哥会使安尼喘者吼，惊者啊，然后转去。啊，我阿妈都惊到用破的，听到敢那开始安尼哭出来尔，脚都转去，啊，真恐怖哦。所以因真惊。啊，伫迄时阵，你袂过讲，迄飞行机你落来时阵吼，迄够恐怖。啊，我爸爸有一届，看飞行机落来啊，袂赴啊。啊，迄个内底影响都毋是像咱今拢伫高空都甲你写对，看到在爆炸弹，但是伊会甲你分咯。啊，你穿迄、那个。日本的高学校高校生的迄例外吼，迄学生伊袂来带，伊怎过来？哎，带迄防风镜来看着，吼、哦，我爸想我死啊！啊，但是，我过去无带，我阿娘命捡着走我了。啊，我阿姐，后来，去伫台大了吼，来台中遐阵拄啊，咱林宗生校长吼，伊爸爸做台中病院院长，啊，阮中山中国遐阵拢欠老师对无？啊，甲规批。代代教授拢叫来台中教书，迄、那个年代啊，教着我，教着林宗生呢，就是我阿叔，啊，我阿叔是代代人名，之前拢出国去，像什么来哪里啊？去美国吼，啊，所以第七名等于留伫台湾第一名，啊，第七名就是吴坤焕，咱第一外科的主任，以前台中病院外科主任嘛吼，啊，这两个拢从伫迄个时阵，林宗生校长的爸爸对代代。甲遐个教授拢叫来台中，啊，我阿叔是较歹运，迄个人咧大穿，伊太远嘞嘛，伊穿着机会是，啊，虽然毋知你是学生啊吼，啊，咻，伊讲，噗，迄枪支对边仔家听着，咻，啊，对两边安尼过，哎，加在人较滑稽，迄我一个间隔你知影，所以向阵阿妈死拢毋知，啊，我听我阿妈讲，哦，迄外恐怖呢，迄炸了涂骹一空，明仔载水就满，哎呀吼，人。内脏、肝、脾、肺、心拢吊伫树仔顶、树顶的，你捌看过无？捌看过才举手，敢若听过嘛吼？因为你若看过人，大概即摆拢爱八十五、九十以上啊啦吼。所以，其实阮之前阮会惊，啊惊。后来日本发展对台北去，伊先咧收了台北州吼，台北州迄时阵总督府伫遐，啊所以，我后尾向阵伫个台湾银行的中行袂歹啦吼。因为遐阵讲大银行是叫做金本万，哦，所以伫遐袂歹，但是战争怎对台湾银行的迄个金库炸了？啊，遐阵的即摆总统府了，以前叫做总督府，嘛有丢掉啦吼。啊，所以哇，伊来经过修理啊，假设无伫办，迄间伫办人啊，死多遐。啊，为了三七五减租啦，工地放领，甲迄个啥物耕作有七天，需要农业进前，所以我老爸在调去。台湾银行的总行，就是即摆新光园啦，台北迄个新光园边啊，迄巴洛克建筑的吼，啊，迄两个所在，伫遐，我细汉时，我的老爸值班的带我去啦，啊，伊的属下，我的爸爸的属下叫做徐远东，就是后来做中央银行总裁的徐远东吼，甲我闹开啦，伊来台中找，看片我来找我，讲啊，恁爸以前细汉时值班吼，我去遐吼。伊就甲你抱，我抱，啊！你叫就老转落啦，讲我转叫落啦，讲我歹势，我真正唔知啦吼。啊，迄个之前，还佫伫台湾银行做行的时，伊个实习生，就是三高路拄啊毕业，迄个郑文慧吼，向阵拄啊三高路毕业，啊，伫土地银，诶，台湾银行实习时，我爸爸甲出来吼。啊，我妈妈是满郑文慧个闺女，但是因个共同个老师，就是吴月雄个。爸爸，迄、那个同乡生的阿伯做法官迄个啦，迄、那个法官的太太伫遐咧教烹饪裁缝，因为遐是查某囡仔想要变的，诶、欸、诶、欸，知识就是爱
会晓做衫啦，会晓煮菜吼，就是像即摆大中大上迄种诶陷阱。迄个是烹饪老师，啊，其他还其他啦。诶，烹饪老师，我说五羊爪地，五羊毛下面四点吼，五羊毛字，啊，迄、那个和尚底下说，诶，雄雄，一两礼拜拢无来大学，哎，因当作怪怪，讲那也无来，唔知影吼。我来做三公司去收伊个先生的尸体，有无上的阿伯吼？迄、那个尸体，因为伊做法官啦，做法官共判遐个遐、那个所谓中国。就咱来台湾遐个官啦，迄种个贪污嘛，迄贪污甲即摆看个，迄算小贪啊啦。今仔日贪来贪去，拢甲迄个林姓集团啦吼，三个人咧，哎，拢夹夹做伙。啊，伫迄年代嘛有啦，所以影响都较公正个台湾人，遐、那個、大官、遐、那個、法官会甲伊判罪啊，啊判罪了，哇，煞换伊死咧，死伫个大长颈石树啊下，因为人去报啊，找无因翁个时人讲，哎、欸，吴阳老师。金州桥下口有穿西米露甲草束的哦，第二年代都是穿台湾衫，台湾衫我另外是款呢，澳的澳的迄款吼，唔是咱这款西米露甲草束，所以老迄款的人，哎，就可能是恁人，哎，想家己摕利亚卡，伊讲对啦，我知影，摕利亚卡，啊去啊，家己哦，走人去甲抓转去，啊去啊西门区，啊这老家穿好好，翕相，大家有见不见？哦，迄相片我遐拢有，包括遐阵单机。关台湾的单位，伊叫蒋介石掠转去中国关伫福建，了不掠转去台湾，伊家己起的，迄、那个咱讲感觉吼，迄感觉吼，伊还甲毒死，啊，像做穿甲规个勋章，伊是日本的军官，日本的官都是日本，大行了，啊，托管，麦克阿瑟将军用普通兵的第一号来托管吼，中国政府的迄个蒋介石司令，哦，啊，伊是关。六镇的嘛，啊！这海镇的是麦加瑟，麦加瑟将军想讲啊，恁都文化拢同款，然后语言同款，所以向村长人目睭看看。你有说刘七龙医师啊，甲伊三个囝，两个拢死，啊，一个是因为捌做过国军，所以无办法拍死，啊，就搬去迄个，比如说巴西有无？哦，啊，即嘛伊个早间已经做医生，转来中山做干部主任。哦，张惠满哦，刘七龙诶，这新妇诶，这照片，啊，结合迄、那个民俗教会有何路长遗失物哦，哦，迄都是，遐是我拢唔知呢，拢唔知讲因都是收人家，尾啊，连数愈看愈看则愈侪，则愈感觉讲啊，这有影，啊，我乃去台北来移民台中，都、就是去拄着有地，有地，第一个轰天动地，震惊真惊嘛，第二个翻天喜地，哦，所谓光复文啊，刘七龙也下欢迎国军呐、啊。啊！林茂先教授第一台湾摕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，伊嘛写欢迎国军。你查讲认定讲，迄是国军呢？啊，那才讲下个人都死。啊，个迄个阮美淑和我上，阮美淑嘛是伫三国路干妈妈，伊拢同班的吼。迄、那个朋友，唔知讲老表死去伫倒，阮朝日嘛是欢迎，啊，个伊做字典哦，华日。哦，因为遐人讲个日本话嘛，因袂晓台语，所以你要把日本话创作华语，伊就创一个主典《阮朝日》，伫遐报社做总编辑，专门出这本册，啊嘛是无去。尾仔因查某囝阮美淑是伫日本的图书馆查个中啊，喂，啊我爸爸资料哪里写？我爸爸日本的照实写嘛，美国嘛照实写，台湾袂使讲，所以阮伫遐时阵轰天动地。欢天喜地迎接所谓的光复，料想花天酒地。你想我爸爸伫台湾银行内底，伊托在银行内底，你看海派就上海迄派啦吼，伊就甲你招，哎来吃饭吼，来酒家，啊甲你管，管管你就摕互你签，公文签签的，迄款信用贷款你来签去，吼、哦，所以花天酒地料都黑天暗地，一开始几班，几班，过过来铺天抢地。呼天抢地就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即款我听拢度过，因为我看讲，哎，就明明我阿公日治时代就日本的总督府内底，伊文官考试嘛。伊甲迄大将领教会迄个长老叫做汪松林，这两个拢是囡仔。大清帝国时阵叫头长尾啊，伊像从咱老的长长的吼，啊，伫遐咧小宴小趴的，同班读蚵仔校，读遐做做私塾啦吼。啊，这两个就要指腹为婚啦。哦，翁松林丢落，因早起人家过完把做
做太太啊，才生我啦吼。我讲这個故事啊，伫迄时阵，我爸那知影讲啥做概念，人讲你免上班，伊就唔敢上班。啊，听人少啊，遐阵无电视无啥，我爱上班，伊就上班。那啥孔明车探出来尔吼，讲伫安龙街，我出事安龙街，出来尔，马上叫卡哨兵来抓伊，干啥啦？我讲啊，听，比如说爱上班啊，遐阵才三月初嘛吼，三月初三月时。啊，上班啊，我这個台湾银行的迄个吼，公务人员的名牌，啊，就安个扒落去，啊，就一个耳啊，耳啊破，普通啦，盖严出去拢大死啦，大神无甲大死，啊，就安个挂的，伊厝伫边啊尔，啊，所以我留我这条命啦，无我吼，这拢过去的故事，啊，但是向说我是恐怖的讲，奇怪呢，我那讲来拢，逐工耳啊都扑伫墙壁，你听啥？原来你听隔壁，阮家我出事的所在安龙街，正名叫迄个调查局局长占领，倒名叫海军总司令占领。你查向阵的迄个说，咱讲叫做啥？公务人员围观叫做宿舍区啦，啊宿舍区吼，较高级的官员拢配伫遐，啊所以伊迄中国军来啊，中国遐一九四九年来遐人，都比较比较袂遐尔凊彩，因为伊有受教育，有文官制度啦吼。啊，迄边啊，但是之前遐人真正榻榻米遐穿鞋来打去哦，榻榻米哦，打去顶头呢，迄对日本时代教育人感觉讲，我那会遮无礼貌，啊，看恁家有这足水玻璃吼，啊，玻璃窗啊，遐来偷扒去，啊，扒去要创啥？伊家有无？但是我爸看过玻璃，你知道？啊，我爸爸讲真的啦，迄、那个故事人讲什么？去水电行，甲你买一水道头吼，啊，摕到去对边，甲支落开开。无水就去拍迄水道行老板，你阿地我迄个卖出水的水道头，真正广告咧，我骗你，迄是以前人做过代志吼。所以我看到我阿公真恐怖，阮面酒吼，拢在偷听偷听，啊唔知你听啥，你阿叫得知讲，哦唔知明仔载要台上调查局的吼，甲建筑因咧开会啦，哎，向谁讲话拢较大声啦，因拢安咯，啊啥玩意儿啊，听有啦。啊，这样会皮皮出，伊个会皮皮出，出阿尾还去下骨，真正去下骨了。我爸妈去下骨，啊，所以两个拢去下骨，啊，所以甲我讲讲，你将来做医生，你也救恁阿公，甲救恁老爸，啊，甲我阿姐讲，你也做医生，救恁爸，甲救恁阿兄。啊，我两个人讲讲，我系填志愿，拢唔捌做，要做老师的，拢干做医生。啊，刚才有去做着啦吼，但是迄年代无好药啊，类固醇嘛无多啊吼，比如我咧甲我问讲类固醇真正无。迄年代，迄个黑姑哦，我个阿公，我的老爸啊，我的老爸伫银行，后来伫土地银行，我知影讲我妈妈365天内底吼，最少爱300天，伊爱去银行开金库，因为迄个金库的密码吼，来主管摕咧，爱就甲妈妈讲，我妈开了以后，爱先去拆药啊，拆汗药啊，你知道？啊，拆得来抓，啊抓哦，打官啊，甲银行使，阮爸爸食咧，所以伫迄年代。我也就伫台台，才开始有迄类固醇，通好用。哎，遐阵不是爱用食个甲注射，人会健起来迄种啊。即嘛免，即嘛你啊类固醇哦，用喷的，黑姑唔惊哦。你黑姑只输者输落去，哦，迄类固醇哦，你会去袂发炎。啊，即嘛来戒掉，以前无，以前我真惊。我甲林宗生校长咧做医生的时候，唔敢凊彩用类固醇，因为因会讲，彼是美国仙丹呢，用落去拢会水牛背、月亮脸。哦，啊，拢会先调剂啊，骨卡身上巴肚汤啊，大大副作用真侪啊，佫会损害着腰子。尾仔才发现着，人即摆发明的迄个类固醇是用水，唔是用抓的，抓的是气管扩张剂哦。水去，你鱼都袂发炎，都袂纤维化。纤维化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若鱼烧骨的人，包括食荤的人，甲下骨的人，尾仔鱼拢会变成废气肿，空气掉进来，底，互你进。真正你分袂出来，你所以因数回数回你会分出来。哇！哦、我做细汉听较大，听较大，我讲啊，听到消息了就开始喘喘喘。啊，向总我读到国中国小一年级，啊，向总我数学袂歹啦吼，114加114多少？228，我讲啊很高八了。我讲对啦，真正114加114228，会讲八了。这才讲228未使讲，你知影哦？228未使讲。啊，向阵哦，老伙仔讲的吼，阿公讲，甲老伯仔讲，阮拢做囡仔样嘛，会倒单，
后迄代志，那有啥啥物政府会抓人？啊，啥物三个人，你若开会吼，无去报警、检举，你就不见了呢。讲较真恐怖，啊，那同学甲阮警告，讲同学中间，那你讲政治吼，你绝对袂使插嘴哦，因为伫台北即款人特别紧张。但我读册来到台中，甲伊同班的时阵，遐阵台中无遐紧张啦，但是我就惊到要死，拢真正唔敢凊彩讲话，会惊啦。不过才发现真正以前伫台北，我爸爸大学同学叫我掠去吼，伫马场顶，日本的工作爸爸叫，伫遐枪杀，砰砰砰，啪就七个，伊第八个，第八个安怎已经破破啊啦，吐白沫吼，啊腮肉拢老拢白拢冻了，啊白崇禧将军都要到台湾吼。话就就该叫伊帮人安尼开，马上停，别使。想看到你无经过军事审判，这违法。你出错因有犯罪，你嘛来审判。所以我爸爸的同学讲停，哎，不怕容易啦。哦，边仔拢死啊，啊，迄个加食少二十年，到到七十几岁、七十五岁，才着肺癌死。啊，伫台北我着肺癌嘛，真难呐、啊。我做伫台北一工，含本领拢学。在台中三天，我去美国、加拿大一礼拜再学。啊，你看迄空气，看差偌济个。你去新加坡嘛一礼拜再学。所以你有啥讲迄空气污染？难怪下骨袂好。搁一项下骨袂好的原因，哦，我以前我写一本书，有说宗教病理学，好、哦，咱顶多拢看过。迄内底有讲啊，到底迄个保罗的病是不是下骨啦？吼、哦，虽然喘干两三天才得喘安尼，哦，迄是一个原因啦。啊，我咧甲想，保罗的病吼，佫有一个病叫做幽魂呐，地波癫呐，啊，那外讲地光癫，杨天峰啊，啊，伊是对女人足球的，人咧癫就叫做地波癫，你若外讲地光癫，你明明查甫咧癫哦，那就是男女不平等嘛吼，啊，保罗迄个病你看嘛，伊，哦，变去台湾西路啊叫，伊讲好做更久的水性内底淡定，你知道，伊啊就保罗尾啊唰唰唰唰流水吼。啊，像袂讲话袂食哦，你绝对袂使好食，你会食会惊死吼。啊，像叫带去特价的所在，啊，第三家阿拉尼亚来再来行洗礼吼。所以保罗这种的病，对伊来讲是一个刺。伊这个刺，甲上帝讨讲，上帝啊，我这个刺吼，拜托我退掉啦。嘿，无怕神，上帝甲讲，保罗，我的稳定有够利用啊。迄款对伊来讲，足见效是做一个罗马公民，做一个宣教书呢，伊是。伊向就是还搁咧掠基督徒啦吼，但是至少伊的身份甲无同款，伊是今仔日有提迄个做美国公民卡呢，美国公民呢，美国公民你敢会使凊彩掠？绝对唔好，你唔好去外口拍美国公民哦。哎，真正袂使，因为美国甲你保护嘛。啊，咱就是输人一边，咱就寡多啦吼。然后保罗迄款身份，伊伫遐，伊感觉伊款定定出面来，即款因为见效，所以这是可能伊的上大的一个刺啦吼。啊，过来的刺，除了黑骨以外，佫有一个刺，就是伊是独身，本来做一个罗马的公民，啊，佫老师出去讲道啊，是啥的吼？迄款地位人，拢爱传播出，但是你圣经内底来看，无一概写到伊的牵手，表示伊无就是死母，所以迄个死母的寂寞啦吼，啊，十个人安尼吓到要死，检测嘛是伊的刺啦吼，咱唔知啦吼，真多啦，啊，所以伫迄内底我顺便讲。啊，过来，有张老来，你问讲，哇，啊，有人讲，叫人讲无体检呢？你体检检落去拢白了了吼，啊，到底是爱体检，免体检吼？啊，这嘛只要大家知影，爱体检，因为你若无体检，你未先发现到一挂叫做慢性病、三高，咱即马惊毋是惊癌呢？癌是三个就一个对啦，我无骗你，恁大家拄看卖啊，三个就一个癌，所以癌是予咱。面对迄个死亡，较慢慢啊死。啊，你若像做些大众，迄、那个衡量安尼落来吼，只一个死就飘呀吼。迄阵都会惊，因为你唔知安怎惊，砰啊就变呀，唔知啊吼。但是受伤人较艰苦。啊，你知影咱人啊，着着三高：高血糖、高血压、加高胆固醇吼，迄种会飞高的，到尾啊一定会中风嘛。中风你若是脑来讲，唔是去踢的，就是断的。太了，哎呀！你像从你刚开始一家一手，啊，你袂叮当在床，六岁六就病故不好住了。我无骗你，你做一个我都过超过一年，无可能啦。兄弟啊吼，安那轮哦，超过一年就去冤家。啊，所以咱人袂康的啦，袂康的就慢性病，
咱即摆电脑钓竿的啊，甲啥甲香香叫咧铁板底死，是足好个。伊迄唔知影嘛死吼，咱袂惊，袂好惊。但即摆系啊，其他医学进步到有法度甲你验出来，验出来讲你过几年后你会得啥病？哦，咱的基因啊 DNA 有法度分解，啊，特别是有家族性，就像迄个安吉丽，迄个女星，我美国迄个，哦，已经连癌开刀掉，即个两糟蹋，是啊，规个拢中开掉，真勇敢的，因为现在无勇敢袂使，伊的爸妈妈，伊的，比如说阿姨，伊的姐姐。拢即款病嘛，啊，即款病是算会出来。难受体解码都知讲啊，这一定会着，免几年会着。啊，遐时再来开，破开都袂过，不如安吼，即码都甲开。哦，你甲提掉，反正即码，你若是因为生病，乳癌开刀，乳房重建，隆乳是免费哦，国家替你出钱的。你若家己爱水，去隆乳爱钱的，一粒15万，两粒30万。而且国家打篮球的，然后因祸得福的吼，不然在 B 照片上变成 D 呢，哦，加入娃娃的吼，所以无一点较歹的吼。但是你还早起，你袂使大亏啊！你阿花偏偏就做大灯啦，杨树松已经死啊，你结婚要外地，当时尊啊，杨树松还死，因为伊家弟弟，伊总得人解剖，跨啊！哦，我一看，所以啊，生老病死对来讲，伊较大一场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就大肠癌来开啊。哎，就大肠癌原因是啥？因为破隧道。哦，嘿吼，拿来大量解剖时，哎，就走来我遐，啊，我来传去林秘书，陈年少卿，陈年少卿，你啊，血就不了你也好了，哎，家己也算吼。啊，啉落去，哎，就哦，真欢喜，所以。伊个个性就是真爱食美食啊！啊，即款美食的物件，你甲想啊，好食的物件，到底高油高钠哦，啊，拢是遐个荷兰血压会高，油脂也无好的物件。搁较食啦，就是精致食品，日本料理比咱台湾料理较差，就是上好，好甲精致，包括日本的包装哦，物件个吼，套五个料，我啊，一个泰国饅头，啊，泰国饅头咁多。哦，刚才包单税啊，但是伊商品价值了吼，啊，实际是这种浪费，咱起码知，所以就来改吼。啊，伫即款错误的迄款消费文化内底，就造成错误的迄款话题。咱伫拄拄顶礼拜，阮公益领导会请台大迄个吴坤玉教授，你较捌听过伊名，但是介伊咧做研究迄人，叫做林杰良医师，你知影吼？可是有林建良是啊，林建良就是所有的生活的资料，拢对这个吴坤玉教授，所以两个是连体婴。这个连体婴的底线，顶礼拜专门叫来讲，因为啥啊？你拄拄顶礼拜，我是一个月前来预约好啊。那也知顶礼拜伊要来讲，前两天报纸都啊报出来有啊，薯条、乌糖，袂使食，我第一个丢人的，第二看的则是饭啦、面包啦、吼、麦啦。米饭类的，啊，第三卡的则是豆啊类，包括黄豆、绿豆、红豆啊、黑豆当中，只要这个调味品，即摆叔叔讲哦，因为迄天伊是受访问的，啊，因为伊较袂爱出名，啊，恁这人，伊个人生做较特殊啦吼，所以大家拢会记得伊，哦，啊，所以会甲恁这人访问较济，啊，向阵伊拢点点，但是实在生活的研究是伊较厉害。哦，伊即摆还佫伫大家伫遐咧教书，啊好，啊即摆伊来甲我讲，讲我甲你讲，你莫甲我问遐啦，我是上惊人问讲，哎有啥通好食？啊，就一只有啥通好食？因为我拄仔讲迄三类哦，对乌糖也好啦吼，你的温度加温袂使超过140度，你会记咱水滚100度，你若去山顶吼，90度就滚，虽然无熟，但是有滚。至少100度以下的这款滚的，会甲咱的食品美兰反应，Maynard reaction。你讲伊为用英语讲的，啊，我知啦，因为这是阮的常识，但是对一般的咱的信徒唔知。伊就讲哦，你会记讲咱最爱食一款炸烤的物件，但人哦，伊讲我妈嘛是安尼，我甲讲拢唔听，拢爱大鼎吼，爱安尼油好滋的吼，好爱外香的，但是拢会椒盐的。当然袂现掉啦，慢慢啊掉人，但是嘛是会掉人。所以
伊即马真真惊，就是刚才问的是讲得到的，食品业会真怕的。哦，所以伊就要甲讲，那你嘛甲问即款的啦吼。但是我甲你讲吼，你吼、哦，学林杰人伊这个遗孀，林杰人太太就好行出来讲对无？哦，用足侪方法来落去落去落去哦，做迄饮食吼、哦。当迄台伊讲，老实讲，伊甲伊太太吼嘛是咧驾车，所以因家己明知嘛无法度家己煮，只有林太太我都家己。哦，林太太即马为心里过瘾瘾啦，用安尼煮，迄是对。因为林先生伊家己伫老爸仔开汉医，汉医的中间有真侪药品，刚才我拄仔你讲胃大落，胃大落，即几落几落吼，几落间，哦，迄落今仔日无错哦，即几落间应该摕来遐个胃药啊内底用的迄款工业用的迄款碳酸、碳酸钠、碳酸镁，即类的物件伫我药啊内底拢有，但是我用的是。药品级的啦，唔是用工业，工业用的迄内底成分虽然袂互你很细，但是内底有重金属啦。伊讲啊，重金属就是遐什么哦，不管是铜啊、银啊、镍啊、锌啊、镁啊，迄款重金属是袂使加伫个人力用的内底。啊，你工业用会使啊，工业你做恐怖你做啥内底，什么物件拢无要紧。上、哦，我差计小差真济，啊个。你做药啊，做做即嘛吼，胃散也好啦吼，不管倒一摆伊家己食，比如说张国忠，伊讲迄嘛对啦，伊讲迄嘛对啦，因为开会时吼，迄卫生署迄边的食品署甲讲讲，即嘛拢有啦吼。伊讲刚才咱拢食少啦，所以慢慢就这来惊。你虽然以前已经食几年啊，咱食迄个定心的乌油吼，大概食一人份2.5公斤嘛，食十几年，八十年有啊吼。但是请问你敢有因为这個油来丢啦？叫起来是白啦，因为咱人肝里哎，咱人肝一个油吼、哦，分解成为甘油跟脂肪酸，啊，变成小分子以后，咱身躯有很多清洁的分子，会去该血液体，该加去，哎，就要它排泄掉，啊，排泄不掉的，再会让你变做肝硬化，啊，肝硬化了，都要二十年哦，再肝硬化，二十年了再都变肝癌，所以要有四十年的机会嘛，不是每一个人我讲吃落就很细白啦。所以即摆你也很知，即摆你开始救，啊，你够用二十年，甲这个新陈代谢、腺胆的甲腺虾什么关系？腺胆就拿腺虾代表，我来用的是一个形容词啦，叫做新陈代谢，英语叫 metabolism， 哦，伊就是 catabolism， 甲 anabolism 的合成作用 ，catabolism 的分解作用嘛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些物件拢是医学来得讲的详细，但是你拿真正有甲肝顾好，你卖有迄款 B 肝、C 肝代源。因为你吸干、吸干的迄个病毒吼、哦，那多，固起来嘛是会甲你拍做啥？拍做肝硬化。啊，这个五分之的内底肝硬化，过二十年以后，过五分之，互你得肝癌。啊，这酷暑太长了，所以以前啊，有一个林良堂还是什么等迄个林什么假医生或假汉医啊，你做论文的话，我不要甲你讲的。迄就是安尼，伊拢去大家教会人讲。哦，莫说甲顶落，你拢着挂人，哎，着挂病啦，因拢太疲劳了，连啥物长了，哦，啊，这有啥唔对啦？啊，因为已经今年已经跑出来，今年已经移送法办去关啦吼，啊，但是真慷慨啦，伊嘛为了到位做代志，伊讲好了就买伊个册，啊，有创个无毒的餐有无？无毒餐吼，啊，讲开是好是好，但是你开始的迄、那个，伊伫辽宁读迄中医行业是无白的啦吼。就是咱讲的野鸡学校款，唔是正科班出来。你若去读中国医药大学，伊甲西医读了，再使读汉医。你看出来，伊就袂安尼乱讲。啊，结果伊讲，伊是口才真好，所以讲来大家拢会听。哦，啊，结果伊教回来这特别，你知影林良堂系统吼，哦，伊拢种安尼规盘的啦。哦，啊，大家都用伊的什么无毒餐啦，吼，什么什么。啊，结果还是啊，遐时外久，你搞门遐时最少读啥伊遐时七八年前了。哇，你要说我来讲，这是对的，但是证明破到有侪是，甲电影在里还关吼，所以唔好呢。啊，但是咱来知讲，咱真正若食到这个无好的食品，一定会丢，一定就是较难丢尔。因为咱肝会甲咱解啊，咱肝有解毒，啊，佫会制造咱的遐个胆固醇啊、白蛋白，啊，佫来会杀菌呢。咱肝内底先出来胆汁，比咱的胆囊内底，啊，咱食落去物件，伫卫生已经来抬一站啊。啊，卫生足深的，卫生你知影哦？洗脸霜千年的呀、啊，哎、欸，即款你洗脸霜比千年对哦。
哦，无烟的嘛。我细汉时，我妈妈咧洗脸，所以我用迄个毛巾扎咧，搁温水安尼吼，才袂去湿着迄个。但是迄个倒来了，搁五分钟去啊清，吼、哦，水甲用手会使去摸，哦，拢足清洁。啊，迄款物件就是你的卫生。请问你做侪人，拄仔你食中昼时，哪食哪？对嘛？但是你的卫生哦 ，HCL 的 pH 值甲盐酸同款，因为溶解伫胃蛋白酶。你胃蛋白酶来对，你袂呛咧，可是也效果一样。所以你要知影，有迄个物件你替你消化，你就袂使唔知讲伊嘛是真赖。所以咱袂使常常胃口空白，拜托个，一定来食。哦，当然我无建议讲像人讲透早第一顿来食上澎湃，开玩笑，食了到尾爱困啊。譬如有再给你上过咧毒菇吼，买来咱是简单食就好，啊中昼再食较好一撮，暗顿更加好吼。哦啊，被困之前，较爱食大餐。啊，你若枵，啉只牛奶吼，食只三明治，迄无反对。但是你搁个盐酥下，搁炒过，120多就搁着人哦，闽南怀孕哦。所以，台湾当时中秋节来烤肉，我细汉无咧，我细汉是干呐，食油啊加中秋饼，就是对迄个万家香开始有哦。哦，因为我都用万家香，一家烤肉万家香，真正真香，但是迄就是地档的原因。哦，所以吴坤玉教授在迄届甲阮讲啊足清楚，哦，真正啊，你若要看这个节目，你只要上网海洋之声点落去，你就可能看到最近哦，几落届即个讲师，啊，像今仔日张世忠医师在讲，我嘛会甲录，啊，你后嘛是搁播啊，哦，啊，搁进前真侪即个名嘴来讲啊，李秀莲副总统甲去阮遐讲三届，哦，伊至少是迄敢若露天的吼，啊，伫遐徛咧就来讲哦，啊，在收遐讲，伊也叫我足紧张的啦吼。伊那讲，伊室内拢我都查，天花板有藏啥无吼？啊，电视有啥拢查啦。啊，伫我遐无得查嘞吼。个游民足侪惊来惊去吼。诶，但是嘛，无要紧，伫遐有得到真多的造就啦。四年过啊，郭正明博士带王富聪博士来遐设立了。阮今年啦，今年要甲设立同会啊吼。啊，所以有时啊，林世杰博士嘛走来咱遮吼，代替暂时的监督吼。啊，伫遐阮。有话要继续做这个工作，因为底下你就使听到这个教授，普通伫个学校啦，啊，包括去受访问的时嘛，唔敢讲，因为受访问是讲出来，做些工作才对。我记以前哦，萧松瑞教授，刘华教授萧长禄吼，当初咧教我教林中生迄年代，伊嘛做中山的院长，哦，比林中生的爸爸林时清教授无较早。啊，伊当初哦，家己是教。这个生物化学想来行的，结果伊想爱乌白乱吃，因为伊西北社无论啥吼，伊迄社内底包括即卖迄个中山的周明志总院长吼，周明志爸爸就周如川嘛吼，啊，拢做伫迄社，迄社内底有生物代价对啦，啊，拢食拢食足好个，啊，食足好个，常常拢尿酸尿酸的管你知道，除了会高以外，搁尿酸的管，啊，伊吼那电脑尿酸管就紧。来找我看病，啊，看病的时阵哦，我讲，哎呦，啊，肖教授啊，你都明知啊，伊讲啊，食好死，看人死无食，拢阿因济啊，我太安尼，阿伊阿不要想想有影，你无食拢无去啊，人已经过身去啊，伊过来过身是啥人？是钓到迄个油臭狗，油臭狗要钓无简单嘞，迄种大人物咯，伊甲后壁迄个中山的院长叫做林荣一教授，啊，陈其礼嘛钓这呢，你知哦，有一个。赵宁教授，赵宁啊，哦，他的一本册说我的妻子11438，一本册571148，哦，畅销啊，结果五十几岁才要娶某，啊，才生两三个囡仔，啊，伊某才20岁，哇，优秀啦，代代杨思彪院长因太太嘛就优秀啦。要求人就是安怎，食好做功课才解得着，特别是食迄个酒，你像喝了个配烧酒啊吼，啊，即款物件都闽南反应嘛，你120多以上的调味再好食，啊，我也问迄吴坤教授，吴坤教授，我变食啥？伊讲安尼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就家己去餐厅叫用煮的就好，用煮的用啥？用吹安尼尔，哦，超过迄个温度120度哦，比滚较悬的。哦，什么烤肉一家烤肉万家香啊，红酥虾、咸酥虾，那种唔对啦。当然啦，咱一礼拜食一届、两届，那不要紧。
但是你啊三顿吃，所以为什么薯条你会记哦？你该有报道出来，薯条红糖拢会互咱钓人第一道。因啊，高中生嘛，高二嘛，都连续吃，高二都已经钓大顿癌啊。于天早起嘛钓大顿癌，这拢唔是无原因，因为咱的吃法拢总伤过少。哦，所以西洋的吃法啊、哦，生菜沙拉会较钓。但咱阁惊生菜内底唔知道有虫卵无吼，所以你就爱去涮涮迄好个。啊，你若惊，你用迄个水吼，啊，你甲淋者烧滚水，吼，咱拖一下涮洗一下，互迄虫卵死就好啊，万免惊到拢无。啊，阁菜袂使煮伤咸个，你慢慢剥，哇，变作乳白菜吼，干那食伊个纤维、伊个 B 群、甲 C， 真侪拢破坏去，特别是维他命 C， 维他命 C 破坏去，所以母菜你该。越生食越好啊！你民工一定不加上哦，就我来话去，红来西归八大天补哦，啊，深色的蔬菜水果轮来轮去哦，啊，真正轮轮的，你就会感觉讲，伊内底就算是多一项，伊有虾米款的毒性，但是有某一项，伊就来互补，会甲改掉啦。啊，这款物件咱无搞，咱无搞，完全拢无法度去做什么外头的解毒，但是上帝替咱解过路。你若打拢食哦，哦打拢食，爱点落红饼，互你食是啥？青菜水果呢？敢有叫你去抬精神？无呢？那是咱现代人为着要互胃卖较紧要，所以变做以前哪里做迄、那个做啥？迄、那个做餐，我爱食五顿以上嘛吼、哦，中间来个打点心去互人食吼、哦，不管是韩式小馍也啥，但是千万不是嘛，咱即嘛拢。吃饱慢慢消化，但是肉的产物只要加温，蛋白质的只要120度以上就会致癌，所以这是我顶礼拜才得到的，讲哎呦，原来咱拢咧吃咸的物件吃唔在啦吼，所以完全爱改，改做愈单纯愈好。所以一个讲这句话的话，听者讲，食品营养系的教授跟我拢是对立的，我毒物化学都是你点迄个食品科技。食品科技外好，但你教出阿基塞、阿基塞这种的，教你料理，哇、哦，愈创愈方。当然阿基塞伊较无做病，就是讲拢家己控出来再用。啊，若是其他的大餐厅拢总用迄款，什么鸡汤内底无鸡啦，用迄鸡精来倒来喝吼，类似这鬼拢东西啦。啊，食品营养学生拢学这個，学到出来汤头拢足好食，但是你食了等于足脆淡，对无？它氯化钠。氯化钠、跟氟化钠、跟胃素的钠都是一样，我哩各位啊。所以这些物件拢总是咱来面对的。今仔日咱无采已经在进步啊，但是这些物件拢总会害死咱。过来，咱这位兄弟吼，要做你缓和的时吼，伊送我两本册给我看，你也会给我提到顿的。迄两本册就是你讲啥311福岛事件，迄个料，偌侪辐射造成偌侪危险，所以比讲。人伊加速踢腿200公里，伊船就要驶入来台湾，对咱的海关入来。伫海关伫遐签证的是啥？是 AIT 的官员。咱的海关徛伫边个外口，伊有翕出来哦吼。啊，伊个人探亲带亲，拢伫遮 AIT 官员，伫遐入来台湾，根本都要经过台湾的海关。哦，所以我阁可能介绍讲，真正是美国的关难。我们的大阿哥，啊！你话迄本册内底都写到迄个辐射的代志，哦，即摆辐射来咱台湾去紧张啊！到底啥物件？你呐，维生素检查无通过，拜托卖用。我博士班有两个学弟哦，两个拢讲是脑神经内科，一个蔡世杰医师，甲即摆无多出来看病，一个丁青，大中江路迄间的院长的太太陈医师已经死了，就去啦，啥物？因为伊伫辐射，新导管伫甲你检查迄间个老店做实验，因两个博士个论文伫遐研究，人生拢基础遐，毋知下骹经过咱个老，迄个说楼层吼，基因恐怖力哦，伊敢若无加千板尔，结果两人就拢做感光感，啊，迄款感不是无救啦，哦，所以即摆迄个路伟已经过身啦，因翁阁是电青个院长，毋是林高德啦，林高德是伫是这边个吼。基本这分的啦，啊，即摆迄蔡世杰医师咧，拢总拄遐了都拢无去看病，我咧看看，伊原来拢无来，
人迄个陈医师都勇敢，抗癌治疗了，过阵来看门诊，啊，再看两三个月，哇，啊就单死了。所以你要知影讲，咱要惊的代志是惊袂了。所以我爱学调癌，你更加爱知影讲，咱爱避免刮，不管辐射区啦吼，来食品。啊，咱台湾有人起码有哩足严格的要求，要求到比日本较严。但是生理人就是安尼，伊会甲你做病，甲你打一条啊，讲毋是对遐出来，啊，结果咱也去受伤吼。但是外国工作转来，你若是长期食，咱即马有一款品牌效应的话，啊，我台湾要食日本济啦吼，啊，日本的菜嘛较香的吼，啊，即款嘞，哎呀，你台湾日本济有啥？伊甲你低票啊去买入来，啊，咱若无爱安尼，咱家己平常饮食上，我拄仔讲的，一百四十度以上尽量买。啊，体检到底来无？结论是爱，原因就是讲，你若无提早体检，你拢知影三高，迄，那个三高是甲咱年纪上久的病。因为三高丢掉片当中未现死，但是头都拖啦。啊，若现死就是讲中风跳移的吼，开脑嘛死的，迄阵都开外，所以大家唔好去刺头这个区块，讲啊，讲买啊，卖严较好。当然严着你，哇，心情足无好，哦，我呢会高价呢，啊那样呢，啊，知影，话紧，今仔日治疗甲咪挂，所有的遐个三高拢有法通好治疗，除非你有一种特质。就是阿治疗也未好，各种体质唔免治疗也未惯的。啊，张医师是属于这個，我阿妈九十四岁，我阿抽血，哦，胆固醇拢百几尔，中西脂肪百几，但我即马规关会我已经关到两百十届，啊，我去关会目的做啥？上面嘛验证，绝对身体健康，过来无淋病、梅毒、艾滋病、肝炎拢总无，每十一届就脱掉了啦。哦，啊，四月三十要去表扬吼，啊，这款呢，当然，到到我已经定年满六十五，哦，我满六十五，我欢喜啦，摕到一张卡吼，坐车半价，啊，搁坐了做什么啊？去到台北，迄高铁半价以外，咱台中、屏东，我一句足无好个啦，见人要上车，屏东半价一个，下车搁半价一个，大家都看我话先好去上啊，哦，无讲啦，咱唔知吼。半价哦，咱钱拢半价。哎，我甲你画出来你啊！哦，啊，这无啥，我有一个亲戚哦，家属伊去台北坐捷运，捌坐过。哦，叫做下一站倒位啊？吼，下一站什么会？伊唔知啊。伊讲下一站，哎呦，你人咩拢知？我下一站。真的咧，一直夸我下一站，哎呦，下一站咧，我有真正紧张到咧，拢知咧。哦，还跟我同款。半价，哇、哦！还我啊，但是哦，足欢喜的，因为咱甲六十五来，我伫迄个做管费中心，大家拢爱念吼，拢总肯定，哦，所以迄就是一部分。啊，那消暑水最好是上面，安怎食都管，一直食家己用到啥方法，尾啊，管到尾啊，啥叫药臭人？啊，迄、那个药臭人吼，会叫人，包括不只是贾博士，贾博士啊，哦 ，iPhone 手机啊，迄个 Apple 的，结果你看伊偌厉害。伊家己知影以后，伊不爱食药啊，伊想去用食菜，想去幸福教呢。因为了要健康，想去食菜，啊食菜，会加拖几落年，有影？甲消暑水丢落同款，消暑丢你袂晓讲，但是你袂晓讲，我这吼，我爱亲像林荣义教授，所有人我听到电开刀拢一年都喘起来，我偏偏要死吼，我上帝决定，我想拢总歪治疗。当然用我家己鲜花去提炼的草药啊，我家己吼从遐菜色啦、水果啊、什么药啊，伊家己从爱食，结果三四年，伊最后是去迄个台南省医最后演讲，美国澳门当前，当时就去遐演讲，演讲了回来，将伊困落去，跪跪，哇，迄完全拢是，拢总是照上帝的意思啦吼，迄甲当朝路共款嘛。当朝咯，咱以前林牧师，因大概迄天，伊要过星期拜礼拜，还佫咧开小会，毋是开小会，因兜咧开会就敢若小会。哦，比林牧师话出拢丢落的吼。啊，林牧师丢落吼，伫遐甲林坤来医师交代讲，我那有安怎哦？你做医生，你甲负责哦。绝对我吼，互阮囝甲我讲，还佫差讲，佫救救，一定袂哦。啊，林坤来医师吼，我的同学，我想讲，哎，好啦，讲着啊吼，
讲到了，当然要甲丈人带带债尔，讲做好土地啊。张医师进来，当丈人已经过身了，啊，我才进去，哇、啊，检查者。最后的，因为我最后三天我有去甲看，我有帮你甲做验尸啊吼。已经弄了啊，开始办的是啊，过两天再去为着公益性的教会去王富聪牧师遐啦。王富聪牧师是甲讲，诶、欸，咱当丈人过身去啊。我知啦，我甲收的啦。我还是怎样讲？哇，很求人得人啊！哦，因为伊较特别，伊来化缘哦。拢甲我讲，张医师，你也搞注射。哦，啊，这种咩这感冒注射七天也好，食药啊一礼拜也好。啊，你为什么注射？伊讲，啊，若免注射，我哪会来找你？我无迄时间化缘呢，紧来搞注射的。哦，啊，我早有法落体啦，同我上班。哦，啊。伊嘛一直甲我交代，讲唔好甲我插讲哦，唔好甲我插讲，因为看到诶，当中个牛吼，向阵中风个时阵，伊倒来嘛，啊，落电梯个时可能迄重心无会遮轻缓，啊，会过遮啪啪啪，他哩哇，啊，大灾啦吼，即马已经灾人，哦，啊，即马看到伊个笑，但是讲话也讲袂出来，平讲还无到，哦，开始个时嘛，无地无教呢，向阵咱林某叔教我吼，拢爱掠嘞，啊，我再硬甲插呀，硬甲插，硬甲插，吼，我真是。有没有对死？啊！你无就未使，伊变啊变啊，食物件食来连结石啊吼！所以对苹果也有法度维持啦。哦，啊，加在即马健啊，即马苹果哦健哦，哦健哦差，啊嘛合作，啊嘛知影，对当中的卫生起这代志拢知。所以结论了，大家知影讲，咱的性命无定着，啊你也免惊呀，因为三个内底中一个会着癌，着癌电视好见，不另外一个会着老年痴呆症。啊，老年痴呆症更加是足好，因为你教我老年痴呆，干拢袂记的，冤家也袂记的，啊，我啊，你有做偌济苦读拢袂记了了，哦，刚刚只要爱注意，哦，请咱的囡仔大细，顶头人上来安老院，哦，乡邻教会已经上好，上大个冤家吼，当然代表了咱台中正话开始去啊，这款呢则是较人性的照顾，你伫厝的安那消息唔知，哦，以前上上教会诶牧师讲啊，哦，啊，伫个迄个。迄、那个中台边啊，迄、那个安养院，我啊看到是已经死伫外口。这個、中间伊个老人痴呆，就已经互伊去送去啊台北，伊家坐车坐去啊台北大桥下，叫外口这个是牧师讲，啊才通知，啊才去甲带倒转来。啊，我也是安老院，安老院偏偏迄间在啥物门关无好啦，可能门关了就走出去。啊，走出去了两天，第三天发现已经伫中台边啊山头死两根瓜。哦，所以。实在讲起来，虽然讲迄有危机，即摆管理会更加好。是啊，啊，所以我最近去看一出电影，奥斯卡金像奖叫做《我怀念我自己》。哦，迄第一名哦，啥物事第一名？因为即摆人邓慧秀愈来愈多，啊，咱嘛来面对伊啦。虽然咱邓慧秀有一天咱讲拢袂记，像我卢春条牧师，去到美国，伫美国伊后生嘛是代表他送去安老院。伫安老院内底，伊遐有精神较好个是，拢袂记做牧师，伊家己伊做班长。你做，大家伫讲台遐整顿，哦，伊脾气你有知影吼？那偏后底啊，拢爱大家听伊话啊，哦，听到尾，尾啊，牧师就先跪哦，啊，伊嘛是尾啊，嘛是安尼是无愧来承担。但是迄啥我相信伊当拢唔知，伊嘛唔知伊过去是偏后底啊。哦啊，遐有阵甲民族路教会、甲立王教会有就是另外代志，真干安尼吼。哦，这个讲失去动会做假，我跟你告诉某个讲，讲落去你真听未了哦。总而言之啦，咱人七十才开始，咱人八十笑眯眯，咱人九十满满是，咱人一百安怎？未记啊，未记咯，对啦，嘛是有影啦，未记哦。伫信仰内底吼，咱讲不管岁数偌济，只要咱健康就好，有健康一天做一天的诶圣工，今日我只。谢谢。张医师，我先讲的那个 CT 啊，起码后日大家那个超准遐有咩要训练吼。啊，我是咧了解过吼，做咱这个 CT 啊吼，这个年纪，人的年纪，人愈聚会，伊的这个大家骨头健，啊，那个骨质疏松，用偌多来咱这会当挑战。加油！对对对，那个说。差不多教会要教咱训练啦吼，诶，去学一下好啦。你若拄到 LKK 吼，六十以上的，你电是用我电到十五公分，
十公分就好啊。因为咱耳啊骨头拢酥，所以实际上我咧救人的时候，我嘛知影哪地啦，啪啪救，啪啪，但是无天赋比赛啥，所以心脏啊先救。假设讲有一个人是已经九十岁，一定酥酥酥，你跌落啪啪，请你唔能放弃，继续搏，因为骨头会使吃，心脏无法度无救，你知影？所以你要先甲定哦，吼，向阵开始的时候，嘛是爱十五公分，啊，最爱拍定吼，啊，这详细技巧啊，伫初步教会甲咱教，啊，这学起无碍，哦，啊，那是属地你讲讲，囡仔你也甲拍在你的脚顶头，对脚这边甲治就好，哦，伊个物件哈就造出来，造出来了，咱家己囡仔咱就加用本来上好啦，因为你本来造好咯，真正看到伊。空气有入去无？啊，即摆因为吼艾滋病的关系，足侪人拢叫人卖用 A B C， 叫人 A B C 就是 airway 第一下空气都爱透吼，你甲闻；第二则 B breathing， 你则甲吼人工呼吸或者是垂对垂呼吸；C 则心脏按摩。即摆电脑讲 B C A， 哦，先甲呼吸道咧有物件先退掉，那无你就哈无立刻话，第二回造出来了，哦，啊则心脏按摩，最后三。等来 A， 哦，所以 A 位不要紧，因为啥喏？你若真正无把物件提出来 ，A 位 A 吼，你根本空气无落去，你做假啦，连电脑电假，你知道？所以爱甲迄个呼吸道物件先学出来，啊，心脏按摩，啊了，再讲等来，哦，你若教你用人工呼吸上好，人工呼吸来，哦，用一束啊纸挂一空吼，啊，你甲倒到电脑，温落去迄上确实，不过。到今嘛吼 ，BCA 嘛好解啊，只要拢唔免，你干那滴滴低就好。因为啥有人只要唔爱救啦，你讲着大家拢会惊啦，因为唔是你的亲人，就算亲人咱嘛唔知，所以只要为其讲，你只要定，一直定落，拢莫放弃，一直定就有机会啊。确实不啊，因为做统计学啦，哦，莫用国债 A B C 还是 B C A， 用一直按就好了。上救护车还是一直按，也以前救护车我按呢。嘿，司机来，但你上去了门关，就会去塞车。但这无其他救生员哦，即摆未塞。以前真正是安尼，所以咱来学习吼。啊，有啥问题哦？哪位同事在门口话紧？哎，他对我讲咧，食好书，伊报告有看到，伊是逐日拢咧食薯条，甲啉泡啦。啊，我是知影讲吼，哦，有一个报道，即个定来。啉伤多，迄个 CO 水的饮料，会尿崩崩啊！啊，即较早我伫即辈姐夫哦，伊逐日拢啉啤酒，啉到要十年，结果四十外岁就尿崩崩难死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即个化学成分，我咧讲，前两耐即个吴坤玉教授伊语重心长甲我讲，我拢教迄个食品科技小强，伊教迄套是阮上无爱。伊家己就会趁钱啊！咱若讲了钱，生意无人做，抬头生意有人做。所以想要顶新的乌油加好大，把迄工业废油、皮革做皮革软个垃圾油，佮你冲个水水水，佮互你食，因为趁钱啦、啊。哦，啊，但是是抬头生意啊，所以你讲这個、真正是唔知啦，唔知道是迄秘鲁的原因还是碳酸，因为有可能我即个亚硝胞就膀胱癌咪是啥你知道？染发。低头摸的，所以你要尽量用好的品质的，真正是不如一挂品牌较植物性的，哦，卖有一挂叫做迄个 HO H2O2 一挂的，有迄味足重的有无？哦，迄款双氧水一挂味，你用迄款较好的，啊，虽然较扎实，但是你安全，过一出来较袂着膀胱癌，啊，所以可见化学成分的拢会啦，唔是干那迄个你讲的可乐的，嘛唔是干那碳酸的，嘛唔是干那啤酒。啊，咱若大家拢食酒，嘛免惊。你会记起啊？大家拢食酒，哦，咱自然会新陈代谢，咱是超量嘛。你甲想看，咱阿公阿妈迄代因食是啥？阮移民来台中的时候，干阿年啊岁啊，亲戚来照人食着鸡呢。你要相信无？嘿，你在煲鸡好食。哦，这个、啊、阿公阿妈外妈因来吼，阮走去第三时啊掠鸡呢。你知影哦？所以嘿，你在顶路较袂记。吃到那些胡蘿蔔的東西，現在都上的沒跟你掺胡蘿蔔，我沒有相信，所以我們就要解讀解讀解讀到尾，我們自己才去到變化症，這真無奈啦，所以拜託，我們信用裡面，就是教我們人生屬性，我們也沒有騙自己，盡量吃到壞，
真正食个歹，哦，歹是歹，但是对咱较好呢。哦，来吊山有地无？好，来。我想请问，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健康食品，对，那你觉得以我们这个年纪啊，吃健康食品好不好？好，健康食品种类很多，对不 对？其实每一种类哈，只要它不是，像有一款叫做维他命 E 哈，你肯定用一款沙拉油来解，那种么？那若找到一款公司是美国 FDA 有通过，伊去制作的健康食品，我相信伊唔敢打脸自己啦。哦，所以你若找到像永信啦、啊、什么长庚啦、啊、啥迄款品牌出来的健康食品，伊都唔敢凊彩。啊，虽然比普通贵是啦，值得用，因为内底咱没有办法平均饮食，因为你无可能大家人拢煮过炸拢好，大家拢食个足平均的，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些缺，所以你还是要补，一定要补，只是量不要超过。我跟你讲，大等拢食，你若是脂溶性 A D E K 哦，脂溶性这四类的，它不会排除哦，也跟你的内脏结合起来。但是伊那是 B 群呢，哦，善存来这种足侪种 B 群的话，比如 B2、B6、B12、烟碱和色氨酸、维他命 C 这一类的不要怕。虽然吃超过了，还会因为我们的排泄、新陈代谢掉，所以原则上是当中也在讲，啊，但是没重复，重复雷公，你个讲银发善存，个讲克多，那就重复了。那你维生素你补？啊，唔知啊，家庭医师的目的就是这样，家庭医师伊甲你当中提来甲你看，讲啊，这重复重复，来这面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台大的我是张铁忠，今日拢总已经有药啊，你哪个讲？哎，啊，中山家都已经有这个心血管的纤维，阿斯匹林吃两杯，你吃到胃出血，对不？所以迄个赶紧停掉。所以很多东西，你若去做体检的时，咱的利用40岁以上，三年一改变费体检，到达65岁，一年一改变费吼。啊，那大便筛检，去怀着着迄个李登辉啦、杨日松啦、啊，哦，迄款大肠癌吼，你都爱50岁以上，2年一次。去便宜点一关，自己检查大便，把它用一个一根那剪凹进去，擦屁股的那个纸，哪一天的都可以，没禁止。以前那个讲到地会啦，去讲到地会的比赛，今嘛嘛拢唔免惊，只有你家己会伊才检未出来。啊，那有问题再去做迄个大肠镜，那无唔免，2年一次免费吼。过、哦、来就是口腔筛检，然后加分加分两个记录的，拢总按2年一改，吼、哦。有吃好无吃分两个都会使变，哇！但是分两好搁少三种吃落去，一二三到台湾，台湾有了阿里山，阿里山种树木，明年反攻大陆哦。配了123、123倍，葛一清教授也热论文，好世界吃拢摕去用，就是搁吃好搁吃少搁吃分两个，也难搞语气，但难做有一款风气，请啦！哦，做工的拢爱吃这个，不会讲无体力。有影，我过来甲看有食，较有法度。啊，较有法度的是有难的机会，食一种的123片，123很有意义吼、哦。所以咱一摆食三片是足严重的。过几天你互你惊者，今日我看者蛮遐无，我早起拢爱去迄个新报告的红经啊，结果讲彰化地区靠近那个麦寮，麦寮的肉是相关的，麦寮都已经咧管啊，伊隔壁两个村去甲大村。拢总是满江红，就是意思讲，伫个王永庆白寮出来迄个5公里吼，因钓竿的机会是一般人的25000多倍，唔是讲一定会钓啦，但是伊几率啦，他有时候危险因子吼，25000多倍。没有想到我看到今天说南风吹来6000污染，所以听讲吴辉教授讲讲，你来钓嘛，我跟你讲，你病更加严重，因为五级烟弹。迄、那个风啊，对家吹来，连拢 PM2.5 拢超过，所以咱气感拢，等咧等咧出来等，啊，是不是出外拢爱戴口罩？可以的话尽量，因为那边有北京的尘霾，这边有五级烟弹，这拢是咱台中上大的致命伤哦。啊，这种致命伤是很严重。啊，我老爸啊，不甲到我阿公阿舅拢皮肤，尾下当时才好呢，伊退休啊，来台中土地银行，退休了去加拿大，落飞机啊都。10年内底拢无过食到一粒药啊！你若来台中已经食一半，但是还无完全。未完全的原因我知影啦，伊会紧张，紧张啥？因为选举到，
暗时哦，甲土地银行的金库开开，互迄信义员，遐有阵信义员毋是银发委员，搬钱出去呢，现金搬出去卖，当然伊会签啦吼，借有条啦啥，借借多济信义员的钱，你甲我讲，啊伊就金流金流伊就袂富，所以永远也袂好。刚刚会啊，有阵年龄退休，去个加拿大，弄做好去，所以黑姑就是 crying for 妈妈，靠爸靠母，你怎在咧哭呢？爸母啊，你若无都老旧咧，好有啦，叫我硬签啊，我就是不爱签，所以伊若跨一个讲，黑暗爱搁开加班爱搬钱，伊就搁黑姑，啊，我只好跟个上流台中医院急诊，我讲这个是四五十年前啦吼，安尼至少我都可以加活活个八啊。没有油啊，好去啊！原来就是压力 ，stress， 压力。虽然人嘛未使有压力吼，你后盖才够讲啦吼，别跟我讲。咱今多谢张医师，咱今仔好一个大福报来啊！我想。张医师的口才吼，咱大家拢有听到吼，确实是真好啦吼。啊，我有这种同学吼，我嘛真希望讲，逐年拢会当邀请伊过来啦吼。啊，有一组个迄落，啊，谢谢。好，咱最后吼。一起来做一个祷告，来做结束啊！亲爱天父，我满心感谢你，今天是咱我们对张医师来得到真济医学上的知识，祝今日有我来当家己啊照顾我家己的身躯，因为我知我的身躯乃是上帝的殿，祝今日帮忙我。我们可以好好来照顾自己的身躯，啊，我们这时也要四散，求你给我们一路平安到处，我们的困求，奉主耶稣圣名来求，阿们。好，那今天郭教授讲的，看。